那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买错了，我没买错。奥恩就是带这个的。搜一下。前期这亚索还是很猛的啊，我们先不找他拼。我们一个山羊，哎，先 Q 一下，猥琐一点。楚西，啊，土还顺便补兵，敲不到，抽一下平 A， 这牙锁好猥琐呀，土平 A， 房抽一下起飞平 A 再 AW 闪现平 A， 一个桥，哇噗一下，他带的还是个点烟，买个荆棘背心儿。人类也做过一件好事，比如啤酒，黑啤酒。黑啤酒，黑啤酒跟啤酒有什么区别？就是比普通的啤酒黑呗。你以为我没有蓝，你可以为所欲为，其实你是个弟弟呀。这小驴人从哪来的？小驴人上头了。哎呀，平 A Q A 挺能穿呐，平 A 再 A 虎吸，你让他跑得了，我也不好撞，我一撞他就 Q 一走了，他肯定能秀我这波。哎，虎一过来直接撞飞，一头战死。我吃个饼干吧。这波直接扛塔扛死。啊，也可以不扛死，就扛到这儿差不多了。然后我们回家。买两个红宝石出门，同时也是一把剑，或许还能当勺子。这把我们出冰拳吧，我不出日炎了，出冰拳会大一点，我们家还有个露露，而且这把我们家是肯定能赢的，因为有个王八。王八这个英雄的胜率啊，大概在80%左右。按错了，我先敲个日炎。多兰的
打个眼儿的。抽一下，起飞，吐息，房回来，杨过，打平呗，抽一下。来扣起飞扣 W 的二连致命点炎平 A， 我知道他有念咒啊，没关系。哎呀，这剑圣虚区有点高啊，可恶的剑圣。不吃药，没吃药吗？忘了，哎，忘了。我杀亚索好了，应该杀亚索的。刚才杀剑圣杀不死，他有念咒。我寻我一个点炎，怎么的，咱还不给他敲死了？不行，这奥恩的虚区还是太低了。刚才这波杨过过的不应该，那明知道他有风墙，还在那杨过。我只要我自己，还有锤子。呀，好像情况不对呀，这啊，这情况不对啊。平 A， 我再平 A， 平 A 扣起飞，吐息，没有易碎了，算了，扣一下 ，A 一下，插个眼儿的，那不行了，那我得出日炎了呢。平 A， 别急，放技能啊 ！QW 的二连创起来，玩不来了，嘲讽住。我们无敌了！哎，不对啊，这下路怎么回事？这下路塔没了。先闪一手，别急，先跑啊！抠剑圣不行，打不过他。玩不死了，你跑啥？直接打，打不过。哎呦，漂亮！哎呦，我漂亮！哎呦，我漂亮！哎，后边，后边，后边，指了他！你跑啥？你给我起飞！我给你个嘴巴子！扣 W 的二连，创起来，杨过平 A， 短平 A， 别死啊！哎，我塔杀漂亮，
我居然是塔上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，我是没想到的。给瞎当了。老熔炉又燃起火了。塔下战神一下不还手，打不还手。那玩吧，上哪能打过他剑圣去？现在扣一下，起来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扣 W 二连。Q 一下，起飞，补息，点盐，吃个塔皮，我们有点不太无敌。我一走，回头土，床，减速，平 A， 这是什么？哎呀，小驴人！你给我把他杀了！可以。差一点，其实差多了，他E马上好了。哎呦我，你看这王八没，已经能打过剑圣了，看见没？这把出个什么鞋呢？我在想，布点鞋吧，铁板鞋，铁板鞋。出个增高鞋，我不用增高了，我已经一米九了。补息，吃掉一颗球，抽一下，拉回来，一血来，玩耶，闪现。我疯狂的跟这个防御塔在换血，是不是他们家的小驴人来了？来杀，起飞 ，QW 的二连，刚才谁来了？剑圣吗？剑圣在旁边出现了是吧？我的炮车，王八现在已经能在野区横着走了，我也能横着走，只是我没乐意横。王八不出日炎，出冰拳要变大，要把他的龟变大。我就不变大了。你给我起飞，我一个平 A。哎呦我变大了，我大山羊，抠，吐息。
闪现短致命点炎 Q 一下起飞吐息，我要死啊！他把女警滋了死了，哎，烫死没？差一点。蓝盾就无敌了，不用蓝盾，我们就一个反甲加上一个那个深渊就够用了。剑圣敢上，我不敢信啊！我不敢相信。女警应该不用我放大，羊来，羊过，出 W 二连起飞，平 A， 先杀这亚索。上高地，小龙吧，这一波不了，费点劲。你们要一波呀，拉倒吧，人家青线你都推不下来。你给我起来，五，团，救一下！我就说不能打，我就说了不能打，非得要打。维克托要死，我一看他那样就要死。亚索让超级兵打死了。老熔炉又燃起火了。咱先来小龙这边啊。小龙不要，硬在那搞搞来搞去。杀剑圣起来，追他，跑的是真快，下路塔还没掉呢。这两个人怎么回事？给我上小黄毛，在这前面顶着啊 ！QW 的二连，往后来杀小驴人，上王八给我上，创起来 ！QW 的二连平 A， 给我杀！这女警太放肆了，太放肆了这！实在是放肆，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，套盾，不往我这儿走呢。等一会儿啊，这小驴人有点狂，我先砸个魔抗着再跟他打。
你狂什么狂你？你有什么好狂的？你跟我说，你狂什么玩意儿了？你狂什么？我打不死你是吧？我是不是打不死你？小驴人，我这魔抗着白砸呀！哎呦，我这日炎伤害太高了。你给我起飞！哼，闪现！救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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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好疼！哎，不卖了，多兰顿先留着，一会儿出门再砸。没打漂亮，这么大个龟！哎呦我大龟！我们现在能砸个零那儿。算了吧，铃铛就算了，没什么用。出门，奥恩可在地图上任意位置花费金币来锻造非消耗品的装备。我觉得奥恩吧，他的这个被动应该改一下，就是你可以砸，但是你需要额外付50块钱。你得有点代价，你不能一点代价也没有。这不移动商店吗？给我杀剑圣！我看谁敢动俺们俩！我看谁敢动啊！套我点盐。漂亮，维克托，起飞 ！QW 的二连锤，小驴人死了。我先给王八砸一个。剑圣是吧？啊，剑圣是吧？我看这剑圣怎么的？这剑圣。我砸，算了，不砸了，抠的。踩夹了，你怎么？抠一下，起飞，短儿，抠一下，给我挡一下王八。啊！点烟我，我洗了。哦，好闪现！好多点盐啊！嗯，979，咱们再换个狂徒。王八死了，我可没死，只是我的火炉响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Shut down. Enemy double kill. 差六个头，这不随随便便吗？可以打，我扛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！三个臭皮匠，还能顶上诸葛亮？
先放个扣来，羊来 ，A 打不溜平 A， 先刷剑圣就行了。又是点盐，你在干嘛呢？你这晃晃悠悠的晃啥呢？你说，那亚索那个大招能给我挡了，挺烦人的，真的。挺恶心人，这亚索的风墙有点扛他我。有点小扛他我。老熔炉又燃起火了，你个笨逼，不给你打装备，给谁打也不给你打，我给维克托打的。给维克托点个打个装备，这小黄毛装备最后再给他打啊。羊来羊过，哎呦，给我定住了。你给我起来，致命点盐闪现平 A 一个扣 A 吐息，这都没死，我这大山羊起飞吐，你咋的？女警没死，吐拍 Q 一起来，先杀这个，快点过来，我们溜了，你狙我呀，嗯，打我呀，我先走一走，溜一下，那能狙死吗？不扯淡的吗？你不会真的以为你能打得过我吧？啊？上王八给我嘲讽 A 死的漂亮，我的老王八，我 Q 一下起飞，羊来吐息，惊，看你的辣兄弟，我已经帮你帮的够多了啊，可以，我已经帮你帮的够多的了，我不行了。咱可以来个蓝盾，这是我最后的大招了，接好。自己一件也不打吗？自己怎么打？嗯，羊没了，兄弟，这怎么这怎么回事？死的有点快呀，这，哎呀，哎，这亚索太克我了。
下回亚索封枪没放，我们不能放榜。我就想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封墙，事实证明他有。把这多兰顿卖了，算了，不卖了，多兰顿留着吧，打个兰顿的小件儿。巨巨啥呀？巨巨，这不是二打五吗？关键我要不死两波，咱也没办法杀十五个呀。你说是不是？这现在这才十个头，把小龙拿了。我可没死，只是我的火炉响了。给露露打个装呗，我刚才这波可以放大的。哎，亚索没带，起来，左边，起飞，没起来，我抠你一下。把下路拆了，来，这维克托怎么回事？剑杀剑圣，给我冲！我大洋，我打不打？救爸爸！我们保护着这个露露啊。给我冲！杀小绿人，给小黄毛打个装备。这不行，杀不了，尽力了。